你常穿高跟鞋吗？常穿高跟鞋容易造成骨盆前倾，甚至引发膝盖或下背的疼痛。今天我们就请到唐佑昕老师教你用瑜伽提斯摆脱疼痛。腿部伸展是最喜欢穿高跟鞋的女生，可以伸展小腿的线条，包括你腰椎甚至到颈椎的不适。很简单，把两脚打开来，两手放在你的椅背上方，把你的肩膀打开来，脊椎拉长，让你的右脚大步的往后，让脚跟轻轻往下踩。可以的话，把你的膝盖再微微的弯曲，可是尽量让你的脚跟还是贴在地板上。吐气的时候伸直，好，身体相反，换脚，左边也要练习。之后把两脚收回来，吸一口气，两脚都大步的往后，感觉到你的臀部再往后翘一点点，两脚可以轮流的伸直，让大腿的后方再拉长。最后再把你的膝盖微弯，尾骨慢慢的卷回来，两手回到你的膝盖，原背一节一节一节的卷上来。多做几次就能减缓穿高跟鞋带来的不舒服与疼痛感，常常动一动就可以带来健康的体态美哦，一起来练习吧。